請問小姐，請麻煩跟住兩位頒發獎狀同埋獎狀嘅，唔該。我呢邊唔該，左手面啦，唔該。我亦都麻煩崔大小姐講講你嘅得獎感受。不好意思，大家，我讲普通话。这是我自己领的第一个奖，然后，很紧张，然后这个奖也很重，然后，然后谢谢导演，谢谢导演温子光先生，然后谢谢监制朱佳怡小姐，谢谢雷亚，然后谢谢郭富城先生小美姐，然后谢谢白纸，你们共同选择我来演了这个角色，然后希望我交了一份满意的功课给你们。然后我每次看到这个电影都很激动，我看了这个电影之后有一段时间觉得可能我没有办法再演别的角色了，然后我总是在自我怀疑自我否定的时候可以得到一些认可，然后谢谢所有人，非常开心，然后我内心很清楚，我脱离了这个角色的话，其实我本人可能还不是一个很好的演员，还有很多要努力要去学习的地方，然后我会花更多的精力在这件事情上，然后最后谢谢，谢谢，不好意思忘记，谢谢香港电影评论学会，然后谢谢远方的王家美小姐，谢谢。恭喜恭喜恭喜！